这里是张哲瀚2020我遇见我北京首唱会的现场，我是张哲瀚。第一首歌唱的是我遇见我，也是今年EP的同名歌曲。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就从我开场从人群中走过来一样，从你们中间走过来，人的一生就是我遇见我，我遇见你们，你们遇见我，你们遇见你们的过程。然后 大家可能是通过某个综艺节目或者某个角色认识我的，龙飞夜也好，魏莹也好。想起去年8月的时候，我在上海梅龙镇广场，也是一个首唱会的时候，有一位粉丝特意从德国飞过来，然后看我的首唱会。然后包括今天你们这么多粉丝漂洋过海来这里看我，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知和爱是相互的，所以很谢谢你们。然后因为那个预算有限，所以呢就自己做主持人了，就没有主持人了，就我全程我自己主持。然后看到这两天看到一本书，村上春树的书， 说人应该怎么看待孤独。其实我想我很赞同他的看法，他是这么说的，人就是会要去面对自己的孤独。然后孤独就是不是说你要去向别人倾诉你的孤独，是孤独就是就像你往地上挖一个洞，
然后你把它越挖越深，挖到某个点的时候，你会和这个世界上可能任何一个角落的人或者也好，会产生一种连带感，一种不一样的感知和联系。就像我，像我去演某个角色，去四个月在一个地方拍戏，然后呢等到播出的时候，我在四个月的时候享受这种孤独，在播出的时候就与你们现在在座的各位产生了一种某种特殊的联系。所以大家，我就想大家分享这个我遇见自己的一个过程。就大家会有的时候会经常去自己跟自己对话吧，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这样，所以就做了一首这样的歌。接下来呢，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故事，听你们在入场前都写了自己的小卡片，我什么什么我啊。那么就请工作人员把你们的故事搬上来，然后我看一下，挑选几个比较有特点、比较有特色的，然后选择他们来讲出他们的故事。这个字体都非常的，等哈，裤子太紧了，蹲不下来。这个我选一个啊，我选个那个，这个第一个就很吸引我，他写了四个我，我，这个人。是不是比较自我啊？我要选几个啊，选四到五个。然后哎，这个人说我错过我，看来他跟他自己有点东西，发生了什么很奇特的故事。好，这里还有个很厉害的，我骗了我。我看看啊，还这里还有个更厉害的，我叉叉我。我再选一个哈。好，这个有个很厉害的，写了个我想揍我。好，这个我是052，把话筒递给052的那个朋友哈，听他说出他的故事。刚刚你说我问我是不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我觉得我写的我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厉害了，我中有我，我中又没有我。对，是这个意思。是，没了。没了。你的故事说完了。故事说不完。说不完。对。故事还在继续。对。好。你替我们节约了时间。然后下面这个，44，我想揍我。那个话筒在你的右边。哦，对不起哦，是大家逼我这么写的，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哦，大家不会逼你揍自己揍自己吧？那你就分享一个，就比如说今天的主题我遇见我，然后你跟自己平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交流，或者是跟自己有什么样的故事想分享给大家的。你替我撑下时长，不然时间不够了。你们多说一点，我就可以少说一点。可以，那个，说我从上海飞过来听你首唱会，可以吗？可以啊，不来了吗？对呀，那
那还需要说什么呢？比如说我就像我说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种连带，然后呢会有产生一种联系。你是怎么什么因为什么你遇见了我，也可以说一说。嗯，其实作为前线吧，每次举起相机能拍你的时候，不管是机场还是现场，我们都是看不清你的。我们从永远都是从屏幕里面看到你，永远都是听着相机的咔咔声，会是我们产出粉的最大的安慰吧。你比较就是你，我们想抓住你每一刻的笑容。所以希望不仅在舞台上，还是在机场啊，或者在任何的一个场合，都希望你能笑着面对我们的镜头，记得盯我们镜头哦。这真是，就是他说这个故事是我不知道的，就可能有些粉丝因为他们要产出物料，他们时时刻刻都要举着相机，然后呢他还要不停地倒退，可能怕撞到别人，撞到柱子什么的，其实也是为了拍出很好的照片给帮我拍出很好的照片，然后呢也给大家粉丝们看。所以说我是不知道他们的角度，因为我从来不会举着相机拍别人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有打动到我，谢谢谢谢谢谢。这个33，我错过我。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想起来了，是吧？换了发型，今天来特意打扮了一下。哎呀，但是结果你上来的时候还是很炸，还是有点好像是大红大蓝了。那个骗了我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不是骗你，我写的是我错过我呀。我没骗你。是33吗？我错过我。对，是33。这不是33？货真价实，我错过我。你错过你？我解释一下吧。啊，就是那个我的年龄可能比大多数今天来的粉丝，无论是男粉还是那些小妹妹都要大一些，要经历的也要多一些。要说也写了这个，其实它可以翻译一下，就是自己错过自己。其实呢，人这一生中呢，往往经常会，感慨，就是我失去了多少。然后呢，当我得到多少的时候呢，我往往不会注意到这点，而且人有时候呢会去追求之前要的东西，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似乎很重要，但是其实那时候你已经错过了自己，也就是我错过了我。像之前最开始就是认识你，应该是在《云溪传》，然后之后是《近距离》，我还拥抱过你，对。然后中间呢，我就说一说我这故事吧。然后中间呢，我消失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也是。因为到我这年龄有家庭也有事业，也有去追求一些东西，但是我后来豁然开朗，发现就是很多时候我在错过我自己，要说今天我又出现在这儿又回来了。好嘞，谢谢你，谢谢你。好，你不是每次都是陪你老婆来的吗？我这里这是你爱你老婆的一种方式。也是爱你的一种方式。哎呀知道为什么把你老婆拿捏得死死的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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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分呢，每次我看我都能点到你。这37，我骗了我。就是当时写的时候觉着可能自己可能生活中可能其实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然后不顺利的事情，但是就觉着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假设一下这个东西可能会变好，或者说自我安慰一下吧。就是当时想的这个，不太好的时候骗一下自己，然后可能会更好。就是有一种自我催眠，自我疗伤。对，是。其实我们大家生活当中就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比如说我拍戏拍不下去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默默的给自己倒数，就是算的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过，让这个日子好像好过一点。哦，对，对，但是每个人其实还是要对自己未来充满信心，然后去热爱生活，包括就是生活虽然给了你很多不好的东西，其实说不定它在背后带给你什么好的东西，这样去理解会不会好一点？哦，会好一点。好，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听了大家的故事也会给我很多感触。其实作为演员，我觉得和每一个陌生人，每个不同的人交流，听他们的感想，包括说那些物料粉啊，他经常举的镜头他看不到，他其实看不清我是怎么样，他要随时抓拍，就是完全站在我一个可能我看不到的世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所以啊给我很大的触动。演员就是这样的，要和很多人去交流才能更好的去理解你没有接触过的这种人群也好，去饰演那种角色也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啊。接下来这首歌呢，真的是我现在非常想唱的一首歌。为什么呢？因为北京的天啊实在太干燥了，我呀想把上海的雨啊下到北京来。其实可能说不定以后会写一首歌叫北京的加湿器，或者北京的沙尘暴啊。听我们那个我们那个公司的司机刘哥说，我说哎，北京雾霾怎么了？他说这没什么，我们小时候都玩那个沙尘暴的，这都不是事儿啊。好，下面这首上海的雨献给大家。上海的雨，整个城市的回忆，关于你，上海的雨，撑起伞是为了更靠近你，牵你的手放慢脚步，让我们在一起，把城市的风景点缀，每个角落都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我们走过了好几个四季，为何分手也在雨季，心还在继续等待着会有你的消息。好想离开这个城市，却在盼望下一场雨，有你的回忆，那些曾经是我没有珍惜。
来不及陪你慢慢变老却分离。我想离开这个城市的雨，寻找放心你的勇气，等雨停风轻，我终于弄丢你的消息。我还在等下一场雨，冲刷关于你我过去，你曾是呼吸，再也回不到第一天相遇，再也回不到第一天。下一首歌《转身》。寂静世界喧嚣的心更冷，处理窗前一人思绪翻腾，迷离于你编织的美梦，沉醉其中泪眼迷蒙，以为你会义无反顾陪着我，牵手和我走到生命的终点，幻想才是最美，得到了已破碎，你走远，我们阻挡不了命运的变迁，曾经的你我都回不到从前，未来败给时间，惋惜不如怀念，只愿情不相欠。明知你不回来，我还在等，笑声等你出现，喧闹都市你在谁的身边，我在心里想想千百遍，熬成药汁哭在心间，走远，我们阻挡
于心底的倾诉与谁共言，前刻在我心里深处的画面，回放一滴一点，情节无法改变，爱情却断不及说再见。好，稍等我一会儿，换衣服去。那我们试一条啊，就是这句是这个地方是吧？对，这句这个啊，这句啊，明白。我这主要想改掉这句，我还没想到那一个是我，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是我，这一次原地徘徊，走不出是我。哪个好唱？如果说恋人是有难受的，我不会，你就像当我蓝鲸的温柔上的总会。这一次是我原地徘徊，就感觉不是那么对，不顺，那个走怪怪的。应该以后别难过。之前还担心那一段，但是你今天还唱挺好的。哪一段？下边有一段就是特别密的。啊，什么时间它越走越慢越对。我之前担心这一段，练得好熟。还好不是特别难唱。然后明天就是有些语气，小语气那种。就好像是你还是很怀念的，就是说对这个感情有记恨的那种感觉。他写的这个有点 battle 的感觉，咬牙切齿一点。对，在来了又来去了又去，不过是翻云覆雨。说好的分手，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对你的痴。
crossover。 时间它越走越慢，越加不堪，让人焦虑难安。是他到了安静的夜晚，凌晨月光洒满伤口，嘲笑我是个可怜人，我叫个 Joker。 他为谁留的漂亮长发，为谁穿的纯白长袜，为谁脸红心动，为谁说出动听的话，把谁牵挂。不是说好分开了太久，其实日子也算过得可以。不是说好日子来了又来去了，又全部消失翻云覆雨。不是说好说好的分手，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对你的痴迷。不是说好偶遇皎洁月色夜夜纠缠，是谁意乱情迷。说好了说好了别再相互牵着我，说好了说好了说好以后不联络，说好了说好了不许全都说，等我说好了都说了，说不该听我不言过。说好了说好了别再相互牵着我，说好了说好了说好以后不联络，说好我的错，说好分开以后别难过。谢谢大家。谢谢。上一首说好了呢是今年的主打歌，这终于圆了我一个 rap 的梦想啊！希望大家听了不要觉得啊，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啊。然后去年都是那个情歌啊，然后慢歌啊，励志歌啊，今年就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所以今年把嘻哈曲风的歌也给做了。然后呢，我是觉得大家想做什么就要去做什么，做自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就不要去做，然后也不要害怕做错，不要害怕做的不好或者被骂会或者怎么样的。其实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生嘛，你就这么活一次，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然后要有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要尽力去做它，然后以后等到老了以后再聊起来就啊，曾经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像这样说好了，这首说好了。一开始练的时候，其实之前彩排过很多遍，之前练的时候那个还是就是因为要现场来唱嘛，所以还是有点不适应。但是呢，发现哎，你唱多了，跟乐队配合多了，然后就会越唱越好。所以就像很多事情一样的，我们就要去勇敢的去尝试，所以才会有今天呈现给大家的这个比较好的状态给大家看。谢谢。然后呢，下面这首歌就是只有在现场的朋友才能听到的啊，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录，还没来得及发，只能现场先唱给大家听啊。然后就是我的一首新歌，也是我自己写的词啊，是我拍《天涯客》的时候在剧组一些感想吧，一些生活的感想，然后写下来了。然后这首歌呢叫《不说》，和上一首歌呢其实挺连贯的，说好了不说啊，不说这首歌不说，献给大家。选择不说，不予评价，让自己过得洒脱。舒适的晚餐，华丽晚装，装饰生活。精心设计的仪式感餐，太蜡烛恍惚，挂上耳机与世界达成协议解脱。欢迎来到这个奇妙空间，认识我。尽情狂舞，自由漫步，无人指挥你该如何做。我只想放肆歌唱，
不需要谁来附和。话到嘴边的沉默，比面上人的结果，那些被忽略的细节，都是珍贵的体验。最后和解，那些深深浅浅秘密藏在心扉，太多太多太多安安静静，沉浸在一种记忆当的焦点，不如将这烦恼时常互相丢去，勇敢让这个整个故事继续。昨天还前天啊，就这两天，然后刚录完的。小时候啊，总是想，就是说很多巴拉巴拉，说很多一堆话来表达自己，试图说服别人。现在呢，就觉得很多时候呢，大部分人和大部分很多，其实有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是不能够理解自己的。有时候我就觉得沉默是金，为什么会自己和自己对话呢？其实很多时候你说出来了，别人其实也不能够理解你到底在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反而会可能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更糟啊。然后也不用去和别人争论什么，你做什么或者是想什么，然后很多人肯定是反对作用，或者很多时候就像可能你的父母哈，我妈也在，就是有的时候父母会告诉你，哎，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或者你应该这么做，当你其实小的时候他们总会给你设计好，其实很多时候你应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然后呢，你也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如果去和你的父母或者你和身边的朋友去争论，有的时候你的冲突的言语啊，会给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造成一定的伤害。其实大家只是说持不同的意见，其实并没有说觉得你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其实有可能大家都是对的。
很多时候，所以我说为什么要不说呢？就是说你想做的事情，如果大家哎他跟你持不一样的声音，其实你不应该去，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去反驳他或者去和他争论，你就放在心里就好了，然后你默默地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时候其实享受这个过程也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自由，非常自在，就像我歌词里写的，尽情狂舞，自由漫步，不用去在乎别人怎么说，没有人会指挥你应该怎么做，这就是我想表达给大家的，就是做自己就挺好的啊。然后呢，现在也就让我们少说一点啊，多唱一点，让我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然后我就随便说六个数字吧，就是在座的数字，然后请粉丝上台，然后呢跟我比拼一下谁才是中华小曲库。好，来 OK， 唉，这衣服太热了。什么？想得美啊。然后那个66，然后7，88，63，25，12，报了几个了？还有一个是吗？4，对的，报了的举下手。我报66，直接就上来吧，不用等了。然后7是吧，然后25，还有44吧。44没了，6位满了。要不我下去，怎么感觉多一个人？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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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事啊，7个，本来就选6位粉丝，现在选了7个。然后呢，第一轮我们比拼的是啊，唱歌词里有我的歌，歌词里有我的歌。想一下啊。唱那个最后的赢家是有福利的啊，然后从这边开始吧，唱歌词里有我的，那太简单了。3、2、1，开始。5秒之内啊。5、4、3、2。我只会唱一点。一，我遇见我真的沙漠的的的的。虽然他唱出来了，但是那歌词都不记得。好 ，OK， 好，下一位。我爱你中国。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这是一句话还是一句歌？要到我了，我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到你，你不要惊讶，对你对，五。我是一个粉刷匠，不好意思。看来大家都喜欢唱。大脑空白。下一位。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好，下一位。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你
是我的眼。大家都挺厉害的啊，这个我觉得太简单了，每一首歌里面都有我这个字，每一首。第一个不是我。我看错了，唱歌词第一个字是我的歌。好，现在开始。第一个字，刚唱过的都不算了啊，刚唱过的都不算了啊。那刚才答对的呢？刚才答对也不算了。下面的，下一轮了啊，你先站上来，我开始倒数。五、四、三、二、不会，一、三，我，哎呀，一个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了。刚刚那个算不算？我刚才那个唱过了，不算了。好，那你很遗憾被淘汰了。哎，真的好热。好，下一位。这个有点难哦。我们的爱，什么东西？你唱唱，我们开始。乐队老师已经给你了。我们的爱，这个，你唱下去。好，算你过了，下一位。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挂太阳升。我是一只小鸟。唱过了，唱过了，唱过了。那我再唱一个。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谢谢。好，下一位。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一个，我就是这个姑娘。我的好妈妈上班回到家。唱过了，唱过了。啊，我自己都还在想呢。乐队老师已经给出你了。什么什么？什么？五、四、三。等一下。二。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啊，好。下面不能提醒了啊！下面不能提醒，从现在开始啊，这一轮啊。好，下一位。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好了，没唱过，没唱过，没唱过。来，下一位。对，还有这个。我从山东来。我爱你，中国。唱过了吗？我喂，我是陪你们参加这个游戏。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好，下一位。没有，唱完这一轮唱颜色。哎，太热了。女生是啊，我不会唱这首歌。你看，我想了一首歌，但是我不下次想不起来。我的家乡在
家乡走在青藏高原上，放有点走调。淘汰了，淘汰了，到了，没有，哪有我的家乡在青藏高原啊？我弟家在东北，是这样唱的，没，不是在青藏高原，那第一个字不是我。我的家在青藏。没有这个唱的，我的家在青藏高原，我弟家在东北。这坏人不能我来做呀，上。我们背对背拥抱。啊，好，下位。我的情人，我的心，我的我的灵魂，耶耶。好，下一位。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糖。五、四，请把我淘汰。三、二、一，好，下面啊，下面唱歌，唱歌词里有颜色的歌。好。啊，换个方向，哎，我觉得可以。哎，好提议，好提议，聪明。给五秒钟思考，好吧？哇，这断气的这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下一位。不懂你的黑色幽默，蓝蓝的天空，在山西，过了黄河还有200里。他唱了什么？我弟家在山西，过了黄河还有200里。什么？我弟说唱。好，我觉得太容易了。那我们就把第二轮和第三轮并起来，要唱那个歌词里有颜色，同样也有数字的歌，就两句。可以给你两句的机会。一颗呀小白杨长在高树上。好，可以了吧，你们开始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这刚刚唱过了。啊，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大黄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黄鸭呀，一群鸭，哦，一群鸭，没有大黄鸭。再想一下，快点，给你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想到了吗？在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数字呢？什么自创啊？还自创？想一想啊。五星红旗，你迎风飘扬。没听过，说实话。行，那下一轮。谢谢。可是有颜色。啊？我是一条小金龙，小金龙，我有许多的秘密的秘密，就不告诉你，啊？啊，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永久。不是，我下了，你们俩 PK， 那就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就是有两位赢家已经很好了，好吧？福利就是拿上拍立得跟那个合上影，然后呢给你签上名。我太热了，我也想脱，服装师不允许。拍立得呢？来吧，来一个个来，一个个来，你要想一起来吗？等会我会签好名拿给你啊。来下一位。我眨眼了，再来。我真眨眼了，唯一的一张。很贵的。好，现在真的太热了。我一身汗，现在就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光》，啊，这么矮。还换衣服？不换了，没衣服了。来吧。你说未来是什么模样？普通人不同回答，并凑不出形状。心怀父母对你的期望，开始了万千想象，迷雾遮蔽远方。背起行囊独自前行，内心寻找方向，乘着朝阳出发，面带笑容看天微亮。少年无知无畏，用双脚来试探前方，不再彷徨，不怕失败，忍受伤痛，跌倒爬起才能成长。无论站在什么地方，心中仍有飞翔的方向。燃烧过的青春会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太阳。
用踏过的路丈量不可思议旅程。第一缕光会看到早开的万千景象，跌跌撞撞撞撞云破雾，心中激扬。少年无知无畏，用双脚来试探前方，不再彷徨，不怕失败，忍受伤痛，跌倒爬起才能成长。不论站在什么地方，心中仍有飞翔的方向。燃烧过的青春会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太阳。远方苍茫，看到风霜离乡，开出梦想，像的风吹过山崖，尘埃飞扬，一腔倔强，崎岖路上目光聚焦，锋芒坚强，前行的信仰。我走过的弯路已都成为最耀眼的过往。再来一首。没歌了，没歌了，没有，那都版权费，不能唱的，唱了要买版权的，你知道吗？跳舞。下面有请小雨上台表演，表演个舞蹈啊。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福利，跟刚才一样，可以一起合照拍立得，然后呢签上名送给大家，不，送给那个挑战成功的那个粉丝。就是挑战说好了里面的两段 rap， 谁挑战成功了谁就可以赢得拍立得的机会，好不好？现在举手，来，来，来，举手的上来，都上来。挑战不成功，乐队会给伴奏的。挑战不成功，就是没唱好，就不算赢。可以歌词有大的，来。没有，不是乐队来评判，就是你跟得上这个节奏，唱对了就 OK。我先吗？还是大家？可以，谁想先？你先。我就不用先了，刚刚唱过了。你先。不。让我们找调。哎，那就给大家听一下怎么进吧。你的手往前抛，听着彼此的心跳，就这样抱着抱着，就像是谁松开了放手，回过头看，为何身影只剩一半？我站在原地看着过往承诺都消散，你通过吗？够了，就到这就行了。这个不行，这个太简单了，就唱前面那个，对，唱这个啊。谁先来？先来的那个第一个挑战成功的拍两张。真的吗？真的吗？啊。话筒弄低一点吧。来，可以开始了啊。有没有没有第二次就还以为你想起来。是你的手往前抛，是听着彼此的心跳，就这样抱着，就这样是谁松开了放手了？回头看，为何谁一直剩一半？我站在原地看过往，承诺都消散，你通过吗？没有，没有在节奏上，没有，大家说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前面几句是在，但是后面跑了，很可惜。羡慕你的勇气，你没有再听两遍再来。我很羡慕你的美貌。
好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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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第一个挑战成功的拍两张啊。谁唱？牵着彼此的心跳，就这样跑着跑着就。他们站上去了，咱们再开始起啊。啊，给你再给你。我都唱到一半了。你都没有进，明白？没有进去，快点。我还带你进，那就不行。快点快点，你先站好，人家开始起音乐。好。牵起的手，看着我往前跑，用心听着彼此的心跳，就这样跑着跑着，就这样是谁松开了放手了？回过头看，为何身影只剩一半？我站在原地看着过往，承诺都消散，你痛过吗？我要认真学。哎，还得呢。哎，等会儿等会儿，你是等会儿等大。我第一个挑战成功。对，是两张，你等会儿等大家还有人就是成功了的一起拍好不好 ？OK。对对对，来。Reader 可以 Reader 来大点声啊，牵起你的手往前跑，用心听着彼此的心跳，就这样跑着跑着，就这样是谁松开了放手了，回过头看为何身影只剩一半，我站在原地看着过往，承诺都消散，你痛过吗？这个好像也不太成功，就是因为进也没进对，是你音乐还没有到你就开始读了，不好意思，来来来来，谢谢如果，没成功。来下一位，下一位，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来，起。牵起你的手往前跑，用心听着彼此的心跳，就这样跑着跑着，就这样是谁松开了放手？回头看，为何身影只剩一半？我站在原地看着过往，承诺都消散，你痛过吗？你说再说可不可以？好，那你过了。虽然前面两句都是跑的，那后面他又接回来了。可以可以，算你过。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快来吧来吧。我来凑数的。来来。来近一点近一点。好，听不见。要唱一句啊。佩服你的勇气。来，非常完美，好的，留下来拍照。下一位，那个照片够不够啊？这个应该也能勉强过，留下。最后一位。他们都混过来了，已经。好。这个我觉得不成功，不成功。他这卡的，你通过吗？那句是对的，这卡到了那一句，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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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够吧，够啊！来来来，两张我两张，你两张，你把你手机收起来，你都有这个，你还要手机干嘛？行行，这个我要签名。签名？签吗？吐吐吐！换个换个姿势。来比，来来比。我没有手。我手。我给你拿这个。嗯，只要按这里。
哎，是我话筒吗？好啊，这个给我写的。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接下来要干什么呢？当然就是难忘今宵环节。其实也不想和大家说再见。希望以后可以多做几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听，然后可能每年发三张，可能攒个十年也就差不多了，30首。哎，今年不止3首歌，今年会有6首歌。啊，我已经，另外还有2首歌还没有发的，已经录完了，还有一首也会录，应该会在今年年底，应该年前吧，会带给大家。所以今年有6首，等于说再加上这个前面的3首，9首。下次来可能就比较值票价了，就时间会长一点，就不用省去这些做游戏的环节，只唱歌啊，不行啊。哈哈，好了，那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谢谢你们远道而来。哦对，摄影师上来跟大家拍个合照，跟不是你们上来，坐下。这样我蹲在这儿是吧？哎呀，我坐下。哎呀，OK， 最后感谢主办方，也就是我的音乐经纪公司欣喜文化，感谢独家合作音乐平台 TME、 腾讯音乐娱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感谢咪咕音乐，感谢票务合作平台秀动，感谢左导演总导演罗毅，感谢执行导演王周一，感谢吉他王振兴、贝斯王伟、键盘手卓杰，还有我们的鼓手冯俊华，谢谢。感谢 WIS 赞助的水润面膜， WIS 给自己更好。哇塞，主持人的口播都自己说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非常棒非常棒，有你们才有这么精彩的演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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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哦，没歌了，真没歌了，没了没了没了，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在北京玩的愉快，拜拜。